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。大家好。一身灰色套装，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这个月一号参加网络谈话节目，讨论新竹话题，强调是受邀参加，不过对手林根仁阵营提供这张照片。这张感谢状似乎和受邀参加有出入，上头清楚写着感谢参与高虹安竞办举办的活动。我们竞总发言人接到网友爆料，原来开奖活动根本就是高虹安竞办所举办，无论如何谎言都会被拆穿，也显示高委员是一遇到正义就是闪躲卸责的。这个活动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单位来举办的。那关于这个感谢状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志工团团长他误用了我们这个公版的感谢状。在选举期间呢，大家真的不用这种见猎心喜。面对蓝营指控开奖有如高虹安造势场，高虹安用感谢状版本误用解释，但还是难以弭平外界质疑。我们怎么邀请他当特别来宾？我们的网友啊，没有任何一个高虹安的这个群众啊。吴子嘉也强调高虹安是受邀来宾，但整场活动问题几乎围绕高虹安，加上这张会后的感谢状照片流出，让这自称受邀的争议持续延烧。三新闻张浩一来自新竹采访报道。